财神发红包，喜气洋洋，另一头红包墙让来看物的民众是手气。今天的接待中心过年不打烊，办活动吸引看物人潮。要上班要带小孩其实不太方便啊，就是趁假日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就来看一下这样子。我们的建案也都成屋陆续的完工哦，所以赏物的人潮是越来越多。可爱气球送给小朋友，户外还有亲子同乐游乐园，让赏物民众停留的时间变长。而不止样品屋，还有新成屋的景观，让看屋民众实际感受。建商费心思把握这波过年看屋买气，买气跟客户的回应来讲，其实是利空出尽啦。所以我们是相当看好今年的一个房市的发展。那我们整个区域来讲，我们是以区域带头。那我们从左岸整个河滨公园做个主轴，借着左岸桥，那延伸到各岸，那每天都有不同的特色主题。地方的道地美食搬来接待中心，过年出游赏屋成为另类的走春景点。看好房市买气，台北移居新北的购物族变多，也难怪新北市建案春节不打烊，要力拼这波买气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